唱出来，那不得了，对吧？好像感觉上这首歌应该是流行歌曲多了一点。但是如果你把这首诗歌唱的对象你换一换，把这首诗歌是向上帝唱出的，那这首诗歌就很有意思了。因此，歌不在于它是哪一类歌，拍手，爱的火花。 这位就是金威，也是啊，太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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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鼓励。